OK，好了，好，大家好。那么我们在这个今天是我们进入宽容疫情，宽容疫情远近第九场的直播。我们的今天的主题是战疫情，大马是否输了教育？那非常欢迎这个我现在看不到的这个观众们，就应该我相信前面在我们的前面有。我们的前辈，有老师，有校长们，有各位学长姐、学弟妹，那么还有一些来自大家关心教育界的朋友们，大家下午好。那现在是已经是2:30，30分，不知道多少秒啊。那今天我们很高兴的能够在这里谈，一起来关心我们马来西亚的教育。那现在，这里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1990年高三文商十一班毕业的甄玉玲。目前我在立丰港培华读中，就是是校长，今年刚刚升任校长，那请大家多多指教。那除此之外，我本身是在哪毕业呢？我是在大学的时候是在台湾师范大学历史系毕业，就很高兴能够一直都在这个教育的这个路上然后一直学习跟探讨。那接下来我们今天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除了校友之外，我们也特别请了特别来宾就是黄汉言老师。那么我们掌声欢迎。那么我们请黄汉言老师先自我介绍一下。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黄老师。今天很感谢，首先很感谢新山宽乐邀请我参与今天这个网络研讨会。我本身是一名国中物理老师。我不是校友，也不是读中毕业生。我是完完全全的是从华小、国中到大学都是本地的那个大学毕业的。我在2004年毕业于 UTM 科学电脑及物理教育系学士学位，同年就职于新山英文书院，也就是 English College， 也是我们罗伯州苏丹陛下的母校，也是一所国中男校，长达13年，在那边一直到2017年。期间我在2010年的时候被教育部提升为卓越物理老师，然后在2017年时候被教育部遴选参与国家宝石计划的物理教练员，也就是现在被换名为国家天才计划了。当时是被派往在雪兰莪州 UKM 内的那个校院，同年又获得了那个教育部给予的那个在职深造全额奖学金。所以放了2年的假期，重新回到大学成为一名学生。去年年底，也就是2009年年底的时候，完成了我这个物理教育系的硕士学位，被重新调派到我目前就职的国中，也就是康文女中，是一所女校，给从男校转去女校。也在这16年的教书生涯里，我本身致力于推动科技和网络辅助的教学。所以在这段管制令期间，其实对于我本身还有我的学生们来说，网课不是一个陌生的平台。虽然说在学校首季度的假期期间，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实行了这个管制令，但是一开始我和我的学生们都是停学不停课到现在。所以期待今天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主题和分享我的经验，谢谢。谢谢黄汉元老师。那接下来我们有请我们这里非常资深的黄新坚老师黄新坚学长为我们黄新坚，对不起，陈新坚学长为我们自我介绍一下。好，谢谢曾校长哈，我有点惊讶，怎么突然间还有另外一位我不认识的人出来了？原来不是，原来是我。好，谢谢各位哈。那我姓陈哈，东陈，心是心脏的心，坚是坚强的坚哈，陈心坚啊。那我本身呢是宽容中学、小学我都在宽容那边成长，都在那边受教育。那我是1983年高三理三毕业的，所以呢我们是理科班的最后一班，当年呐、是理科班最后一班。如果你从前面算下来，你比较难找得到我。如果从后面算回来的话，你比较容易找得到我，因为我们都在后面包尾，包得很不错的，我们还包得很挺开心的。不过呢，之后呢，我就到了这个
我停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到了美国去。那其实那个时候我去美国最主要是想去学习电影电视。那练了一段时间之后，突然间发现到原来电影电视的灵魂在于剧本，那剧本的灵魂在于心理。所以呢，最后呢，我就选择了电影电视成为我的副修，那么心理学成为我的主修。那我就进入了心理学。那么修完心理学之后呢，我出来工作，在美国工作了一段很小段的时间，又回去学校，因为看到在管理方面的需要。那在管理方面的需要呢，我就回去念人力资源管理，也当然跟心理学有关系了，人力资源管理哈。那么之后就回来马来西亚，回马来西亚的时候又对这个辅导那方面有兴趣，所以又回去 UTM， 第一次回到所谓国家啊国立的这些学院里面去进修，那么就拿了我的博士学位，在2015年的时候拿了我的这个辅导的这个博士学位。现在呢，我是在这个莱佛士大学里面教书，是他们的全职老师，也是他们的这个心理学的讲师，也是他们的这个心理学系的系主任，是这样哈。那么当然我也担任了这个宽头小学的董事，也是在这个马来西亚真爱家庭协会里面。那么我们最近我们也成立了这个叫做马来西亚的学前与课后教育工会啊，同业工会的我是他们的会长啊，是这样啊。这个是我略略的介绍啊，谢谢各位。谢谢学长啊，因为一直都叫学长学长了，然后新建学长新建学长，然后黄汉元老师就变成黄学长，再抱歉东城大家记得千万别忘记。然后再就是接下来是今天的黄的势力比较大，那我们再请黄淑珍校友啊，来请您介绍一下另外一位美女哦。OK， 美女吐舌头。好，那大家好，汉元老师好，然后新建老师好，玉林好，学姐好哈。那我是淑珍，我在我跟宽中的渊源蛮深的。我1992年高三文商二毕业，然后在宽中的帮助底下，然后有4年的保送机会到台湾师范大学就读。因为学校给了我这样的一个机会，那当然回到母校去就职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当年是在谢连元老师的帮助下获得了这样升学的机会，非常的感激的。哎，怎么说这说这自己都想哭了。好，谢谢母校的栽培。那么在母校4年的期间，到2001年，2005年我到新加坡国立大学，然后完成了我的中文系的硕士文凭。那2007年我在新山成立了4家的弘文馆教育中心。然后近两年来，因为推行这个成人阅读还有成人的学习，我个别成立了半亩天光工作室还有冲头仔读书会，这些都是有一些情怀在的啦。好，那谢谢玉林，把时间交给玉林。好，谢谢淑珍校友啊。我觉得今天我们的4个人啊都很特别，都不一样。那譬如说汉元老师是国中体系的，我们3位是宽容校友，那新建学长呢是属于大学部的，然后在心理学这一块呢，是这个经验是非常的深啊。那淑珍呢，也很特别，是体制外的。但在体制外呢，我觉得是我非常因为私下有时候会跟淑珍有联系啊，我就觉得淑珍这个很有理想，很有想法，很喜欢很希望能够把一个文化，一个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的东西呢，然后把它传出去。我觉得这个是很难得的，而且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那今天我们谈的这个课题啊，主要是谈大马是否先输了教育，这个战役这跟战役有关系。为什么会这样子说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都知道，在世界上的这个资讯是非常发达的，美国跟中国这个手机啊不断的有这样子的一个竞争。那资讯的发达各方面已经让我们几乎马来西亚如果说15岁以上人手一机都差不多我想也不为过。当然不能说100%都是这样子，但是几乎真的很多人手机。那这样子的情况，那真的是代表我们真的很先进了吗？因为符合了我们前首相敦马哈迪所说的“哇哇善2020”，我们真的做到了吗？我们真的要去思考一下。那么
今年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年。这一年我们都知道没有办法达到娃娃山2020，但是我们却有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新冠肺炎这个让我们进入了这个管制令 MCO 管制令。那这快要100天的这段时间里面，我们谈在教育这一块呢，就发现了很大的一个变动，真的是一个很大变动。我们从我们的实体教室投入了这个虚拟的这个网络世界，那每个人的对这样子的一个掌握是否能够掌握得很好，那我们的老师也是否表现得让家长们让社会人士或者是让整个世界都认同，那我们老师自己的心态我们是不是也认同了这样子的一个转变等等。那所以这个就跟我们接起来说，我们在教育这一块到底是发生什么事。而且坦白说，这一百天，将近这一百天里面，我们也看到很多网络上的一些不同的说法有些就开始在质疑我们的这个教学是不是出问题了马来西亚的教育是不是不行，或者就是说也有人说没有啊，其实我们都是正在进行一个变动。那我想我们就先请汉元老师针对我们马来西亚的这个国家，在我们的国家体制上从小国小小学到华小然后到国中，那我们怎么去进行这样子一个 MCO。 因为我晓得我们马来西亚在去年就已经开始推行了这个Google Classroom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也就是说网上教育不是现在才出现的，也就是说政府可能就已经去想要去推行这样子的一个方式，那可能它是一种辅助的教育。那我们请汉元老师。OK 好现在可以我讲我那个 slide share 出来吗？ OK 谢谢。首先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就是，其实网络教育这一块对马来西亚来讲啦，对马来西亚那个国家体系的这个正规教育来说一点也不陌生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先。早在2011年的时候，也就是说大约10年前我国教育部就实行了一个叫 One Based Study Net 的计划，大家还相信还记忆犹新，也同时也提供了一个叫 Flock VLE 的这个网络教育平台之后在2013年的时候由我们的现任的首相，也就是当时的教育部长推荐的我们这个马来西亚2013到2025年的这个教育发展大蓝图，其中这个网络教育在这个大蓝图里面其实占了相当重要的一块。虽然说我们很早就有了一个很好的开始，也可以说是我们已经赢在这个起跑线上，但是在这段时间里面实行上其实我们面对了种种的问题，也因为这个原因也没有被学校注重等，导致多年来的那个成果不尽理想。其实尤其是后来演变成在各大报章头条的一个老师养青蛙的事件，也一直到后来我们的这个前教育部长在2018年跟2019年期间搁置了这个平台和这个 One Based Study Net 的计划，之后在2019年9月所以是说刚刚不久前去年年底，教育部就提供了这个 Google Education 的这个网络教育平台给马来西亚所有的国中国小的学校老师和学生们，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才给了所有老师和学生在这个管制令期间有了这个 Google Classroom 的这个网络教学的这个MOEDL 的这个平台。这个平台也在刚刚被重新塑造品牌成叫做LELIMA， 我们的国家的这个教育总监罗德哈比巴在5天前也推介了。其实这个网络教育这一块对我来说它不应该是学生或者是小学生在学校正课时必须进行的一个部分，也就是说好比说老师必须带学生进网电脑室上网课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于我来说它应该是一个课后或者是课前辅助学习的一个平台，也就是说对我他不可能代替老师，他应该只是扮演辅助老师的一个工具，或者是提供老师加强学生学习的一个平台无论是课前还是课后这个是我略略的介绍马来西亚在这个
网络教育的这个一个情况，所以其实我们已经有个好的开始了。事实上，对，谢谢。好，谢谢。对，这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这个网络教育上，马来西亚就我们我国啊，就其实根据汉元老师所讲，我们已经在这个起跑点，就是政府已经在做这样子的准备。那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了？我们老师准备好了吗？家长准备好了吗？那么学生是否也准备好了？我们先请新建学长来就这一块来加以阐述一下，您的看法是？好，谢谢哈，谢谢曾校长。那对我来讲呢，我们是否是输在这个起跑点？当然，我们看到汉元老师给我们的这个分析，我们看到他当中有很好、很精彩的地方，也让我们大家都能够看到，原来马来西亚其实没有落后，我们都很不错，我们很先进，我们的这个网络的这个涵盖率都非常的强。当然，问题就在于我们的网速。我们的网速有没有达到这一个的标准，这是很挑战的地方。第二个，我们人民的生活素质有没有配合上去？那很多时候当我们需要的时候，我们的这些我们的家里的器材能不能够配合得到，来让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另外呢，我们要看到更重要的一点是，我们今天我们的老师，我们政府已经给了我们这么多的设备，给了我们这么多的东西，那老师在教课那一方面，他的使命感在哪里？我们有没有好多的老师真的有那个的使命感，或者只把教课当成是一个饭碗？那么就是说，哦，我能够在这里谋生活，好，我就在这待着，如果不能够谋生活的时候，我就换个跑道，是不是这样呢？当然在有这个使命感的过程当中，我们还要问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教育的本质在哪里？很多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搞教育，大家都要搞教育，但是问题是教育是什么？我们有没有弄清楚教育是什么？其实教育是一种知识的一种的传承，一种的 transform， 不是 transfer，在英文里面 transform 跟 transfer 不一样，transfer 就可以，它是就是叫做我们说，你有什么我就敢就印过去就算了。但是 transfer 的过程当中，我们必须要把这个好的东西带下去。那我们传承了什么？我们有没有考虑到这一点？当我们在教的时候，我们教了什么给孩子呢？我们有没有把我们的孩子们给教出来呢？我们其实我们不怕老师多，我们怕的是什么？我们怕的是教不好。老师多吗？不是问题。那问题是在于我们怎么去定义说老师有多有少，你都没有的，对不对？但是呢，学生学什么很重要。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人会提出一个问题说，我们的老师好多啊什么的。其实全世界有哪个地方老师不多的？我想请问，老师多了又怎么呢？不是问题，问题是老师们能不能够把孩子们给教出来，那个本质有没有把它教出来？那么在教的时候，老师们我们的使命在哪里呢？我们有没有把它使命感给带出来，能够把它传承出去呢？很多时候我们会有投诉，投诉是正常的，但是问题是投诉了之后我们做什么，我们要怎么的去做，那才是我们重要的。我想我就这样简单的跟各位提点一下，让各位能够稍微有点点的思考空间。我想待会儿我们会再做更多的一些的学习啊。我想另外两位老师他们有更多更精彩的一些的基本的一些的东西，可以让我们有更深入的了解啊。谢谢你啊，我们再把时间交回给曾校长。好，谢谢，谢谢新建学长。是的，刚才也在还没有请淑珍发言之前了，刚才我们也看到有一些。在这个荧幕前的呢，我有提到，就是对不起，我不太晓得您是谁，但我知道在荧幕前的您呢，有提到说的确有人认同说是大马就输在我们的网速，我想可能，这已经是很多人可能在因为网速不平均而造成这个问题，也有谈到说使命感，当学长谈到使命感不强的时候，也有提到这样子的老师太多了，真的吗？这样子老师真的太多吗？那对我们来讲，这个教育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哦。是刚好我们周围都碰到了呢，还是真的太多了。那我们
这个话题或许我们可以来探讨。那这个毕竟谈教育嘛，老师是最重要的，他是一个中心啊、然后学生学习，老师和学生是怎么样的一个关键？嗯，那么好，我们先不谈。那我先也欢迎在荧幕前的每一位啊，您也可以提出你的看法，也甚至或者是提出一些问题，让大家一起来讨论。我们可以在这个分享会里面做一个交流。那我们先请淑珍谈一谈关于刚才学长说到了就是这个老师的心态跟使命感。那么开源老师呢提到了这个国家体制的。那淑珍校友很特别，他是弘文馆这样子的一个是体制外的。那站在就我们说也有假设讲的比较直接，就所谓的补习中心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弘文馆呢跟补习中心真的我对他的认识他真的是有区别。也就是说淑珍校友他是有一个很特别的想法，像他站在一个体制外，他曾经又在我们宽柔又当过我们宽柔的老师，他怎么来看待这个教育呢？好，来请你发言。可以吗？好了，淑珍，可以说了。喂，玉玲，不好意思，大概是网卡卡的。我刚才听到，对，网速马上出问题。那么我现在在线上吗？啊，是你在线上。我在线上。那因为刚才你聊着聊着就说到了淑珍校友很特别，然后后面的提问是什么呢？没有提问，就是欢迎你在体制外来看我们因为你也教过书，你也在体制内，曾经在体制内是我们的宽柔中学老师，那现在又在体制外，那么经营这样子的一个弘文馆，一个教育中心。那你是怎么来看待我们国家的这个配合刚才校长刚才新监学长所说的这个使命感？那你又如何看待我们老师的这样子的一个教学这种心态上和包括你的弘文馆从这个出发点来，可以来我们来听听一下。嗯，好的，是这样子。当这一个校友会联络我说要来上来分享东西的时候，那我当时候还不知道是这个题目大马是否先输在了教育。那么作为现在这个动荡时期，面对这个教育要急速转化的一个过程里面，然后如果要我作为一位老师来看待国家教育，尤其是教育我的同事们的输赢呢，这对我来讲是很不忍心的事情。所以与其用这一种竞争的眼光或者竞争的角度来看现在发生在同事们或者我们老师们身上的事情啊，我觉得用一种合作或者用一种整合资源的状况来面对，或者来一起协商一起整合，我觉得这是更有积极面向的。所以刚才我蛮喜欢新监老师讲到的这个教育使命、教育情怀、教育的本质，我觉得这个东西如果一旦抓好的话，要我们在很急速的状况里面去跟孩子们线上上课，我觉得那只是一个转换方式的方式而已，其他的东西就存在在老师的心理心态上，我是不是能够接受过去的美好，在这段时间回不去的那种失落感。那如果说老师在面对这种失落感的时候，可以很快速的在自己慌乱的脚步里面看到，不是我要不要上网课，我没有的选择的状况是我一定要这么做。那当我一定要这么做的时候，我如何借由一台机器或者一个简单的应用程式就可以让学生学习，就可以让学习这件事情发生。那在古代没有纸的状况下，拿个树枝在地上写字，那就是一次的教育。然后在这一个老人家拿着铁杵在河边磨这铁杵的时候，经过的李白看见，那就是教育。那要怎样让教育在人的身上发生，那我觉得就是老师的用心。那么你问我输或者赢呢，那我觉得我不用输赢来看，我用落差，让我觉察到的落差来谈。2018年为什么我成立了一个成人学习的一个机构，那主要原因是2018年我有很多的机会到台中去上一些课程，然后或者到这个台湾台中上一些课程，然后也有机会到新加坡去跟一些
老师上阅读理解的课程。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看到教育方法的落差，然后大家的方向，虽然这个2010还是2011推行 KSSR 的这个高思维这个面向这个纲领的时候，那我们就很想用这十年来透过荧幕检视一下，看看我们在落实高思维这个部分的教学法有没有跟进，有没有搭上国家的这个纲领。那如果没有搭上这个纲领，所有的考试题目就变得很为难学生，因为我们只是教他如何考试，还没有教他如何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新坚老师讲到的教育使命，我认为要时刻的去了解国外发生什么事情，时刻的了解国家的政策是如何下达，它的目标是什么，而这个目标又如何影响了我们对孩子的教养的方式或者是教育的方式。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进一步去更新的，在旧的框架，在旧的传统的教学框架里面去更新的。那这是我跟其他国外老师学习到的，也看到他们在思考这个面向，然后非常的落力去教学。那所以你不谈输赢，我们来谈落差。那就像2019年12月我们播放的 PISA 国际学生的这个阅读理解能力的这个评量，马来西亚是吊车尾的，虽然说有几分的这个前进，但是总的来看，我们是79个国家参与，马来西亚落在了50多名这个地方。那么所以当我们来看这个跟国际的教育的接轨的样貌，我们老师有什么方向可以努力？所以我觉得我们的老师很好了，只是怎样让我们更好而已。好，那我的看法聊到这里，如果待会有要聊到课程，我们再回到我身上。谢谢玉玲。好，谢谢淑珍校友。淑珍也说了一个重点，另外就是说其实谈输赢呢是比较让人的这个思维啊比较容易刺激，不要去思考。但事实上我更认同您所说的落差，其实很多时候输赢只是一个比较，那事实上我们彼此之间就是一个落差，我们想把这个落差呢缩短。而也谈到这个落差，其实如果说今天这个落差或者输赢也好，我们其实今天要看的东西原来不是只有看我们，还要看的是这个世界在怎么样，而不能我们在闭门造车的，然后或者越自己在努力。我们除了努力，我们也要看别人努力了什么，然后才能够跟世界接轨。所以今天我们谈的可能会有点广泛啊，也就是说，今天我们围绕在是我们要思考的是马来西亚我们这个国家到底，如果说我们并不是很糟糕了，因为汉元老师已经说了，我们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是。政府都已经开始在搭这个桥，我们的网络的覆盖率也没有很，也算是蛮广的，但是我们就是围在这个网速不平均，完成有些人不能。刚才有一位校友，就是主任校友有提到说，今天在这个学习过程当中，因为今天 MCO 这个的确铺路了很多我们的教学的一些。教育教学，我觉得这样不能，因为教育这块一定是谈两样东西，教与学，教什么，怎么教，刚才淑珍也提到这个问题，怎么教，教思考，还是填鸭，这怎么教。然后呢，那教与学的这过程当中，在这 MCO 的确有暴露了一些问题，首先刚才我们一直在提到的是网速，的确让我们面对了很多，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然后再就是，那么设备，学长刚才也提到设备，虽然每个人有人手一机，但是这个设备是真的充足吗？刚才主任有提到的是，有，如果小朋友没有电脑，因为有些设备用电脑可能会更好，那没有电脑就 用手机，手机似乎还是不太够一些。好，那没关系，那我们继续就暂时用手机。但是问题是，如果说有些东西是一定要用电脑来才能够去使用的话，怎么办？家里又有两，刚才主任有提到家里有两个孩子以上，那么家长又要办公，那结果这个资源分配不平均怎么办？所以我们先谈这个，我们先把这个焦点呢 focus 在比较小的地方，就是说如果在这个期间里面啊，这个家庭的学习上好像面对了问题，不晓得我们这个学长和汉元老师们
啊，还有苏正老、苏正校友，大家有什么想法吗 ？OK， 这个汉元老师，您要先说一下。Okay. Okay, 好。关于这个设备不足的话。Okay. 关于这个设备方面呢、啊，给、okay, 其实在我这个读这个硕士学位期间，我读到一篇那个research那个报告了。马来西亚本身其实是一个拥有智能手机。个人拥有智能手机那个数量其实是在全世界排名的前几个国家之一，也就是说除了电脑问题以外，我们的智能手机的那个拥有率其实是很高的。所以如果讲到上网课的情况下电脑除了电脑以外，其实我们那个网那个智能手机是一个选项，是一个选项来的。尤其是我们这个 Google Classroom 本身，如果老师是运用的好的话，有一个智能手机基本上学生就可以上课，要完成老师给的功课也不是一个难题。问题是在于无可否认的有一部分老师在这段期间其实对网络教育这方面掌握的不是很好因为之前也没有真正的去实行它，所以变成说老师实行起来在这段时间会有面对一些困难。也但是只要老师肯做的话，事实上我本身遇到的情况都是家长都会蛮配合的，就算他们没有电脑的情况下，只要一台手机，事实上他们上课都不成一个问题。这是我遇到的情况。好，是，谢谢。那新坚学长，好，您有什么看法？好，因为我最近我们有跟好多开补习的这些老师跟这个同业们呢，我们有一些的交流。我们发现到一个很大的问题，虽然说设备不是问题，问题是设备的不够怎么说设备的不够呢？虽然我们大家都有手机，但是手机的网 的那个速度跟里面的这一些的装备比如说它的那个这个记忆体有多大，或者他们的电脑是怎么样的情况，这都是问题。另外呢还有一个问题在于可能全家人就是那个有一台手机可以上网可以做任何东西，但是呢太多人在用，那网速相对之下被拖慢了，那好多的时候老师呢又会在不定时给功课，所以把家长们的这个时间给打乱了。当家长们的时间也打乱了，那么家长们又要准备去为生活而忙碌的时候，那怎么办？这些都是一个问号。那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到很多国家当他们在这个管制之后，他们开放的是先是教育后是这个商业活动，那我们国家却是颠倒了，我们先开商业活动教育呢到现在呢还是慢慢的还没有完全开放。那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变成在我们的整个教育制度里面我们很要依赖这一些的设备。问题是我们真的能够这么做吗？我们的整个国家真的能够配答得上去吗？这都是我的一个很要问的问题。因为我们的国家好，我们说我们的网我们的这个手机都有很多，但是是否我要问这样的问题，是否我们每一台手机都是有用的，还是说我们的手机买来是来做装饰的，这都是我们要探讨的。那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我们都有电脑，但是电脑真的能够用得上吗？还是说电脑也是拿来做装饰用的？而且一个家庭里面有多少的电脑呢？我们要怎么的去用呢？这都是在我们的挑战范围之内。那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好多的老师因为就想到说政府都说嘛，你就上网课吧，你就用网站又用这个网络吧。好，老师们对网络的这一些呢就是给了，就是拼命的给了，给了之后孩子真的明白吗？那么这些 的设备真的是就是来给他们去做功课吗？很多的时候真的明白怎么叫做功课吗？其实我发现的并不是因为有了设备就一定会懂得做功课，有了设备就一定能够学得到东西，不见得是这个样子。而是说当你有了设备之后有谁来指导？因为在整个不同的阶段里面，如果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吧孩子在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
这个阶段，三年级到五年级那个阶段，五年级到初一或者 form one 的这个阶段，以及每个阶段的这个发展，请问有看到他们不同的需要吗？请问如果我们看到他们不同需要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很多的时候，今天的我们讲高思维，我们又讲到很多很了不起的一些 的作业状况的时候，我又要问这样的一个问题了。爸爸妈妈们都是从之前的那个 KBSR 的训练出来的，我们 KBSR 跑了这么久了，好，老师也从之前的 KBSR 出来的，那请问今天突然间来的 KSSR， 我们又要用网课，又要用这些设备，请问这我们来得及没有？我们都做得到没有？如果没有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我们是否有过另外一些比较深入的在探讨？因为网课真的能代表所有的吗？还有一个问题，我对不起哈，我本身会比较反对用网课，为什么呢？因为网课呢，真的很阻碍一个孩子的认知的发展。那天天对着的那个眼睛就是对着那个荧幕，没有办法做很好的交流的。那么在整个需要活动的时候，他们活动不来的时候，他们没有办法做很好的一个的发展的。那请问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我们又能够做到什么？就是设备够了，我们就能够做东西吗？我看到的哦，好像是不太能够这样哦。特别还有一些的情况是孩子们的纪律问题，因为在学校里面你可以很有很纪律的，因为大家都在一起学习。那请问，当我们上网课的时候，孩子在电脑前面睡觉，老师能做什么？那父母亲配合得来吗？如果家里面父母亲也要围着自己事业忙碌的时候，请问我们又做到什么东西呢？如果都是给奶奶呀、爷爷们看着的、看管的孩子，请问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又要怎么做呢？我想这样的问题哈，可能另外我们的这个有关单位哈，可能要思考的。我就把这样的一个分享这样的一个问题提点呢，带回给各位去做思考的哈。好，谢谢哈，曾校长。是啊，谢谢新建学长啊，的确，真的，我觉得最重要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的有了手机，它真的可以用吗？它的设备够吗？因为每个家庭的这个经济能力是不一样的，他们能够购买的手机和电脑的情况其实也不一样。有一个荧幕前也是有提到说，在我们的荧幕前的一个听众吧哈，他就提到。这个孩子的自律，刚好学长也提到这个学生的这个自律问题，这个自律性，他的纪律性，我们又有没有真的在注意到？那么怎么去解决它？的确是很困扰的。但是我们但问题是，现在我们真的在这个网课的情境下，几乎，我想鸿文馆也是进入网课的情境，对吗？如果是面对学长刚才讲的这些问题的话，你们是怎么样去？解决是怎样去面对和解决它呢？ 是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啊，我比较想要连接的是家长的困难。那其实刚才那个家长的提问就是说，哎，我有几个小孩啊，然后共用网课啊，这些器材要共用啦，或者声音互相干扰啦等等的问题，确实是问题，而且它确实存在。所以在当我们作为一个体制外的学校，我们有相当大的自由度去编排我们的课程。所以我们为家长设想的东西就是我们把我们的课程哦二分化，第一用视频来呈现，第二用这一个网课的互动来呈现。那么在课程的编排上呢，我们也清楚我们在做这教导孩子思考。如果它是一个实体课的话，我们可以办很多的这种讨论会或者议题丢下去，然后让孩子极快的给我们回应。可是隔了一个屏幕之后呢，这个回应呢大概会比实体课来的慢五秒钟，所以整个课程非常的受到耽误。那么在我们编定课程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底下，在这样的规划底下，我们把我们的教材哦，那我先说一下我们鸿文馆的这样的一个课程特色。哎，对不起，我讲出机构，就是我们的这个体制外的这个机构。体制外的机构怎么做？我们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我如何把学科课程化这件事情做好。学科课程化的意思就是我们把每一个单元做好，每一个单元都有一个小的目标，几个单元合串起来，它是一个大的方向。
所以在这样的一种系统的双线的这种带动下，它会强化许多的学习的这种技能。那例如说我们要学什么呢？像语文科来说要学什么呢？那其实学语文科我们着重的是在用这件事情，我们要让孩子能派得上用场，能让孩子能用，于是我们要着重阅读，于是我们要着重思考，于是我们要着重写作，然后于是我们要注重觉察。所以我们在课堂上有这些方向，那我们在每一个小单元做这样的规划设计。那突然之间要我们回到网上去教学，对我们来讲就是换个方式，然后在教材上再做其他的深化或者加大的这种工作。为什么是深化和加大而不是增加量呢？那其实我们是考虑到家长的家庭各种因素，我们不能够把作业的问题带去给家长处理，我们不能把学习学生的这种学习问题丢给专家以外的人去伤脑筋。那谁是专家呢？我们就要心里面要知道谁是专家。如果你是专家，那你要怎么做？透过种种的规划，利益自己也利益学生，也方便家长，这些事情都是我们要思考的东西。那么我们当把这个课程二分化之后，一个是视频，一个是线上的网上课。那视频的这个部分，我们就把这个小单元里面要进行的低思维的部分，例如说词语解释啦，成语解释啦，先辈知识的部分，然后在影片中请老师做制作。然后到了这一个 Zoom time 的时候，也就是这个网课的时候，我们就要高思维的探讨，不断的丢问题，然后那个节奏要紧要快，然后讲解的部分少，提问的部分多，在每一个时间点的节奏上抓住他的注意力。那如果像玉玲以前我们读师范的时候，都会有一道题目，就是一个小孩子40分钟的课程，他能够专注的时间是多少？玉玲你还记得吗？以前我们上师大的时候是这个基本上都是大概只有15分钟到20分钟的时间。对，哎，真好真好，学姐我们学的还不赖。大概是20分钟。所以为什么在这个20分钟的专注度以前，我们要去计划怎么引起动机啦，什么先辈知识的奠定啦，然后才抓紧他那20分钟的专注时间。所以现在是网上上课，我们要把这个时间，把这个他专注的时间给拉住，而且要把它加长。那我们就要在教材上做到有趣的东西。有趣，我们跟悠悠台比起来，我们不可能比香蕉哥哥或者葡萄姐姐来的有趣。我们不是艺人。那我们怎样做到有趣？那我当然觉得喜悦或者高兴这件事情是没有阶级之分，没有等级之分。但是有一种喜悦啊，还蛮喜悦的，那就是真正的学到。还可以真正的让孩子学到这个事情，我们要把这个喜悦带进学习里面，这样。对对对，很好，谢谢谢谢。其实我们关键回来这地方，淑珍就有提到一样东西，就是课程规划。其实我想，不要说它是体制外的哈，那个这样子的一个有做课程规划，但其实在我们体制内里面，我们更应该要把这个学科的课程化，然后给它规划，因为就是说。淑珍谈到一个我觉得很不错的，在课程上一个很不错的一个概念，就是其实这个如果当老师们都知道啊，就是我们在这课纲上就是一个方向，但是我们用很多小单元来教，所以我们相反思考来说，我们把课程分成很多小单元，然后从这小单元里面呢迈向一个新的方向。所以今天在 MCO 的过程里面，这个我们的老师在教学的过程啊，那是真的面对很大的挑战，他不能马上知道孩子们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必须要去思考和去好好的了解孩子面对的问题。而且刚才有说到另外一个重点，发现这也的确是很多家长抱怨的地方，就是说刚才也有应该是家长在写了哈，就不会去问老师不会去问父母，那的确父母并不是专业的。好像我今天是父母，但我是专业的，我在教育界这一块我是专业，我当然可以解决我孩子的问题。我不会告诉，因为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是教育界的专业人士我们不会直接告诉孩子答案，我们会告诉他方法怎么去寻找答案。可是很多时候父母当他不是专业的时候呢，他就会直接给答案，然后他找不到答案他就会很慌，他就开始在怀疑说这样子的问，这样就开始出现了很多不满，
我们家长都不会，孩子又怎么会呢？那老师是不是太不负责任了，把这个责任交到我们家长身上，那么间接就引发了，就会想说麦霞教育是出现了问题，我们老师我们老师怎么了？因为刚才也看到，就是也有人留言，就说这样子老师很多，真的有那么多吗？如果真的很多，我们真的要放一个问号。我们马来西亚真的是面对了这样，如果这样子的情况真的很多的话，其实我们真的是有这个落差，或者是教育上我们出现了一个问号，为什么会那真的有那么多吗？我想，先听听新鲜学长你说你的看法，真的有会有那么多的问，就是说有这么不负所谓？因为我该看校有一个留言是说不负责任，这样子不负责任的老师啊是很多的。你问我哈，我就不敢回答了，因为真的是不知道有多少，因为谁能够知道有多少呢？这另外一个问题是，你说到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负责任，那你要怎么去定义责任呢？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就像说我们说我们要做的东西，我们要用什么标准来说，用什么数据来说吗？很多的东西可能是不是数据能够说话的。最重要的就像我们的淑珍学妹哈，或者潘元老师所说的那样，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要怎么样的把它统合，怎么样的因材施教啊？而以前我们叫做有教无类，对不对？我们那个时代上课就叫有教无类，但是今天呢，却是我们要懂得转换变成因材施教，孩子们的发展跟发育都不一样，他有不同的阶层、不同的需要、不同的吸纳。就像嘛，我们在一个班级里面，不是每一个孩子都在同一个月份出生的。那孩子出生的时候，可以从一月到十二月的孩子都有。那这样的一个很大12个月的差距里面，你真的能够把每个孩子都教懂了吗？还是说他们要需要的是在哪里？跟他们需要的是什么？他们吸收得了吗？那有些孩子们呢，对某一些的东西的吸收能力，跟另外一些孩子对其他方面的吸收能力会有不一样的时候，我们怎么来做调整，怎么来做调配呢？这都是我们要问的问号。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在于这个我们说的网络哈，这叫我们说高科技的这样的一个带动之下，我们真的能够做到我们想要做的吗？我们有没有发觉到高科技里面所缺乏的东西在哪里？高科技没有办法教我们创作，高科技没有办法教我们怎么样的去做判断，高科技可以给我们也没有办法教我们怎么去分析，它只能够把数据交给你，你去做分析，它把东西交给你，你去做创作，你去做统合创作。高科技没有办法教你人类的脸部表情，这样的表情叫做什么，那个表情叫什么啊？这个眼目的交集，这个是交接触等等，这些都没有办法告诉你。那今天老师其实他不是不负责任，而是他不懂得怎么样去负责任，因为太多的东西突然之间来了之后，请问你要怎么的去面对啊，对不对？你不是每个哪个锅哪个铲就会炒菜啊，我们看厨师炒菜，看爸爸妈妈炒菜，看了这么多年，就真的能炒到一道山珍海味吗？不见得，我们得要实际的去做啊，这都是我们要看到的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马上就说老师不负责任，真的有点冤枉了，我是这么看的，只是我们要给老师机会跟怎么的去做的对。汉元老师有，我相信汉元老师有更多的这方面的类似哈。是，来汉元老师来谈谈一下。OK， 好的。关于老师这一块来讲呢，我相信大家的重点会比较倾向于看这个所谓华小的老师，也或者是小学阶段老师，因为对大家来讲，中学阶段学生基本的那个阅读能力跟那个理解能力已经有初步的掌握了。所以老师本身的扮演角色是在加强他们对课程内容的那个了解。Okay， 所以中学部分可能来得没有这样重要。相信大家对小学阶段的意见会比较多。尤其是当老师选择只是给功课。给了功课之后再回复学生那个答案。所以这一来一往之间只是存在着功课问题答案。老师教的部分好像已经不存在，所以这个是造成很多家长的一个怨言。给慢慢的后来老师开始适应，老师们就开始做这个视频教学，
老师录制一些视频给学生去学习。但是在这过程里面，老师可能忽略了一点，这个视频只是一个单向的学习方式，也就是说学生只是看吸收，在过程中里面他没有跟老师产生一个互动的一个学习过程，也是说老师没有提问给学生进行一个高思维的一个思考，学生只是接收过后老师给功课完成了交上来，老师是觉得学生完成了100分很满意，但是老师忽略一点，这个100分是谁做的，是不是学生自己本身做的，还是学生的哥哥姐姐或者是父母帮忙完成的，只是为了孩子不要被那个分数打击罢了。所以这方面可能老师们就要想办法去提升自己本身的一个专业，不要忘记了科技只是一个辅助，它不能代替老师了。所以我希望老师们可以思考一个，就是当今天你认为这个网课的进行只是给一个功课答案或是教视频给，但你完成了这些视频给一个整年的课程之后，明年的情况是不是你一样的给视频就可以完成交接，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还需要这个老师在那边吗？所以这个我相信需要老师去思考一个东西，也就是说不要让科技来替代老师，也不可能会替代老师，所以只是一个补助罢了。还有一个东西，我关于这设备的部分呢，我想要带出一个东西，就是华小的情况。华小多年来已经华社投入了很多这个所谓的电脑班跟精明课室这个投资。我相信在这个疫情的这个管制期间，需要大家去再思考回去，我们这一段我们这样多年来的这个投资，在这个管制期间有发挥的作用了吗？我们好像太过于注重这个学校这个硬体设备的发展，但是我们忽略了老师的这个技能，也所以变成说在这段期间里面，老师变成好像要重新学习讲掌握用这个科技来辅助他们的教学，所以变成起步上大家就好像感觉上跟不上来，因为之前老师没有将这个科技当作是一个替代方案来补助老师，所以变成说这段期间是忽然间爆发了，也能够适应了，跟之前好像我自己本身之前已经有开始在做着在推动着，所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过程，就马上进行网课，我的学生也可以很好的做一个配合，所以这方面我就没有一个那个落差在那边，就好像刚才苏欣老师提到的没有一个落差，对我学生跟我的那个我本身来讲，但是对其他老师来讲可能就会一个很大落差，因为之前老师没有将这个网课或者是这个网络教育是他那个在教学的一个其中一个工具或者是一个平台来辅助他们，只是一个要完成 KPI 的一个情况，所以会变成说打乱了他们的节奏，老师也无所适从，因为教育部也没有给一个很好的一个指导给老师们，他只是有一个基本的 SOP， 所以老师在这基本的 SOP 里面选择的最简单的方式就是给功课来督促学生持续的学习，所以我希望带出一个讯息，就是老师需要加上自己本身的技能，过后要思考就是不是去学习很多很多的科技，而是要学习一些基本的科技来辅助老师进行这个网络交接，如果说还没办法回到学校进行这个实体交接的情况下。谢谢。好，谢谢。那这个的确哦，其实刚才新建学长有谈到一个有一样东西是老师，因为刚才不是说老师很多老师不负责任嘛，那的确我们在想说什么叫多这个概念，那我作为两三个，我面对两三个老师四五个老师，那刚好那么巧给你遇到了，那你就多了吗？那真的是全部的马来西亚老师都是这样吗？我想这的确是一个问号，因为我自己也在一个那个 FB 的那个面子书上面那个叫看到很多老师的心声，他们也写了很多关于他们如何备课，他们如何跟孩子的关系，他们怎么去做。我看到很多老师其实很努力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想一，这是一个机缘，这个可能是机缘问题。二是这是一个多是一个感觉，它不是真的是，它不能是个肯定的东西。所以我也希望家长们在思考。然后那个利恩他也讲了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家长和老师要互相配合，因为这个 MCO 期间其实是迫不得已的，我们没有人希望我们
这一辈子都一直用网课。虽然曾经有人提过网络教学是未来很重要的一个趋势，可是经过这些时段之后，我们也发现刚像新建学长所讲的，这个偷科技它不能给我们分析判断，和尤其是我们脸部表情，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接触，那么虚拟的这个世界里面怎么样呢，让我们更真实的去感受对方的体温，我想这个东西是无法替代的。所以其实今天 MCO 是我们，我相信它是一个短暂，但是科技我们不能否定它，我们不能完全不用它，我们还是要去面对的。所以那么而且我想老师们，当然老师们一定要再努力，因为我们老师他也说到，其实很多家长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要想是老师他也才正在学习当中，他也是太突然了，他也不晓得这突然间面对这个问题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政府也规定小学老师是可以不用给功课的哦，或者只给功课就好，可以不一定要完成这个课程。这是政府刚开始的时候教育局有这样子说，也就让了这个很多老师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来进行。好，那我想淑珍针对这个家长和老师之间的这个关系啊，那么就说不管是这个互相的不了解或者是搭配这一块，你有什么看法？谢谢玉玲，我很庆幸你的提问常常是让我在新间跟汉元的后面，因为他们都说到了上层的概念，那我试着来讲例子好了。我非常谢谢我两位伙伴，我们竟然是一体的，精神上是一体的。是这样子啊，你觉得我这样问大家好了，我有一个想法，每一个家长都是竭尽所能的，我不知道你们赞同吗？如果这个东西是成立的话，为什么我们不选择相信每一个老师都是尽责的？那这个责任是什么？这个责任我有时候觉得老师被这个文化体制要求很多，例如我们作为女性好了，那我们被文化体制要求我们要去照顾别人，自幼就这样被教育，然后等到我们这女孩长大当了老师，我有一种想要拯救的想法，或者我想要关怀的想法，那简直是在燃烧自己。所以燃烧自己的状况，老师的那个生命的能量他也会有阻碍，他也会有气馁的时候，他也有在经历了很多的努力之后得不到爱的回应的时候他的气馁，那他们怎么办？所以我觉得在讨论这议题的时候，其实关键点不，当然老师是主要的人物，但是这个社会给了这个人怎么资源，在他很努力的时候谁告诉他已经做得很好了，有没有这么一回事？这样子。所以你如果我有带团队的经验，我的老师在接触要转网课的时候也有在心态上很排斥的，不行啦，这样我们上课的那种互动就没有啦，不行啊，我们上课的那个听写就不用啦，这样我们的辩论啊，我们的学思达的讨论啊，这些课都不能上啦。那我就告诉他，老师啊，现在我们在心态上要做减法，首先你有一件事情要搞懂的，就是什么是界限，什么是老师的责任，什么是学生的责任，什么是家长的责任，你可以清楚告诉我吗，老师？然后老师就说了，那我说那学习是谁的责任？是学生的责任。所以当学生学不好的时候，你把这个责任放在自己的肩上去扛，然后你产生的会是积极的东西吗？还是你产生的都是你，是你让我遭遇挫折的，所以我在跟你沟通的时候我是一种指责的状态，你为什么不专心？那如果我有一个清楚的辨识，我已经在我的教材上，已经在我的网课上做了我认为很全面的，我很满意的布置之后，学生学不到，一个电话过去关心他，平行的关怀，这里没有指责，没有谁害谁被人骂失责，没有谁被谁害谁说我教的不好，我打去关心你怎么了？哦，他说老师没什么啦，我就是没吃早餐。我说好，没吃早餐，那么好，那下一堂课老师会特别关心你有没有吃早餐。到了下一堂课，他说我就特别问他，你今天吃早餐了吗？我说老师还是没吃早餐。那好，我给你三分钟离开，三分钟后要回来，我们一起上课就好了，状况就可以解决了。那所以我们沟通些什么呢？
沟通是我打电话去怪责你没有学好吗？这里有多少东西是我把你学习的责任挂在我身上来责备你？还是说我现在看到是你没学好？到底什么关键没学好？我好奇极了，我打个电话问你，刚才那个过程我问问题你没答上来是怎么了呢？老师讲话太快了吗？还是你在听哪一段的时候没学好？所以我们需要沟通，在这个非常纷乱，家长、孩子还有老师要合作，那怎么个合作？那个界限要拿捏清楚呢？大家都要很清楚孩子的责任是什么，我们才能够教养出能够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跟选择跟负责的孩子，这样才是生命教育嘛。我觉得这就是陪伴嘛。对，然后再来讲到提问这个东西。提问我刚才一直在聊，我们一直在提问，其实提问它真的是有层次上的落差的。例如说提取信息的提问，我们正在考核孩子有没有提取信息的能力。同整解释的提问，我们可不可以考核在这样的提问里面去看见孩子有没有同整归纳臆测推理的能力。醒思评价的提问的设计，就考核他有没有办法跟自己连结，然后去回应这个世界。现在有一个人说，这篇文章的作者说，我们待人一定要真诚，不要虚假。好，那我就问你了，你真的这么认为待人要真诚不要虚假吗？一点都不需要虚假吗？真的一定要真诚吗？有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就让大家讨论。我想这个就是，如果我们的教育一直在追求标准答案的过程里面，我们的孩子的我的自我建立是很难着地的。所以为什么在我教学的过程里面，我常常注意到精英班的孩子、第一班的孩子，你问他这篇文章你最喜欢哪个句子，他答不上来的。哎，你问他你喜欢吃什么水果，他答不上来。这里有多少东西是在他这个岁月里面，他进行训练过程中要求他去做到标准答案，以至于他跟自己是疏离的。所以当我们进入高思维的这种训练的时候，要把他的我建立上来，你要让他去探索跟觉察我是谁，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生活需要是什么，什么是适合我的。像我的先生最近在帮助我，帮这个我小一有一对双胞胎，然后就帮他们上网课，所以网上的作业都是我的先生在处理的。有一天我先生就拿了 quiz 的答案过来问我，当然我是读文学系的，问我是没有错的。先生很厉害，找资源。那么老师是在一篇课文里面要求孩子读出来，那篇童诗非常的短，就只有六行字。他说剪一片花瓣，做一只小船，我把小船放在清清的河水上，然后小船载着满载着歌驶向快乐的明天。然后老师读完之后，就有一题高思维的答案出来了，问小一的学生，满载的歌指的是什么？但他下面有两个选项，一个选项是快乐，一个选项是好心情，一个选项是 blah blah blah， 我忘了。所以像我们来看，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好心情。那我的先生就奇怪啦，一个四十多岁的人，很有独立思想的人吧，他就问了，为什么满载的歌是好心情？我想就是在这个提问的过程里面，老师忽略了搭起一座桥梁，去让孩子思考，去让孩子思考说为什么这一个信息满载的歌答案是好心情。所以我的先生也这么问我，为什么是？所以我当下就邀请了我的孩子们排队，哎，不是排队啦，就来。大儿子你来，你如果现在放小船，妈妈要你唱一首歌，你唱什么歌？他就啦啦啦很快乐的唱。然后我就来，小儿子，你如果放小船，你要你唱歌，你唱什么歌？他也很快乐。那我就问我的先生，如果让你放小船，你唱什么歌？然后他也就很快乐的唱了一首歌。我说你们三个人脸上都有一个共通点，你能够形容得出那个表情吗？就是心坚老师讲的那个表情，你能够看得出表情吗？所以小孩子就说，哦，爸爸是发疯的，疯了的。然后这个哥哥是很快乐，弟弟是很喜悦啊。那快乐喜悦都是小船承载的东西。所以答案有很多，只是在选项出现的叫好心情，但是答案其实有很多。
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在教高思维的时候，千万不要走向格式化，也千万不要走向标准化，因为唯有这样才能够把小孩迷路的过程做一个整合，把他领到那个客观事实里面去思考，那才是思考的锻炼，这样子。那我的分享到这里。是，好，好，谢谢。其实我们今天也是蛮多分享的，那我稍微总结一下，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是有输在这个输在我们的教育的输了大马是否真的输了教育这个话题。那我们刚才一开始的时候呢，在谈的是其实一开始政府都有在思考，不管是高思维的教学还是未来网络的这个分布的这个概念啊，就网课的这些，其实政府都已经思考过了。那其实相对我们体制在这个政府体制以外的，包括我们读中也好，或者是其他跟教育界有关系的大学，其实都有在研究这个课题。所以我们在概念上其实我们并不是输了这个教育的，但是事实上我们的确面对一些问题。什么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设备真的足够了吗？我们的网速真的平均吗？这就是一个带给我们的困扰。这困扰也消极来说是困扰，如果是积极来看的话，那其实它是一个挑战，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它。我想就是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对不对？那我们身为一个老师，那不管今天我们面对什么问题，我们最大的是要做到跟信件学长所说到的，就是教育的本质是什么。我们要达到的是怎么把东西传达过去，然后让孩子们真的明白感受到我们的温度，然后真的做到韩愈所说的解惑，传到授业解惑，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而且因材，我非常认同因材施教，我们真的是要看不同的孩子，用不同的。我相信不是只，我相信马来西亚很多老师是跟我们一样的想法，他们也很努力的在这一块土地上经营。然后我们真的是落入人后吗？我想大家重新再思考。刚才在荧幕上也有这个就是蛮多有给很多的这个回应啊，譬如说很多时候也有提到说，其实家长其实也要思考一个问题。很多时候，因为 MCO 来的太突然了，那么老师也正在学习当中，在适应当中，所以刚开始可能真的是在给功课，他也来不及去回应那么多问题。那么有些家长，那家长一样也有面对不同的能力，他有些家长有些可以很快的进入，那有些家长，在这个学术上可能他也没有办法很好的掌握，所以变成大家都有不同的这个情况的时候，产生很多的误会。所以刚才有校友就说有产生了误会，那慧芳校友就。我觉得他说的很好，说其实我们家长和老师之间，我们真的就像刚才苏根也有提到的，我们要了解我们的责任在哪里。老师跟家长责任是都是有的，他虽然不尽相同，但是有相。那现在今天孩子们学习，他的确在家，这是一个事实。那孩子的在家学习的这个态度正不正确，我想家长真的不能推脱，他必须要正视孩子是不是认真在听课，有没有一边在听课一边吃东西，你可以允许他这样吗？这是我想这大家都要互相包容和这个去思考的。这个时间因为已经到了一个小时，我们感谢美玲丹，他说很欢，就是很喜欢苏珍校友的分享。那么还有刚才也有很多鼓励的话哈，那非常感谢在荧幕前面的这个朋友们给我们的鼓励。那我如果我们今天就可能时间的关系，我们先谈到这一部分。不过我们先让三位主讲人呢再给个做一个小小的总结，然后我们来对今天的这个课题呢，我们来给一些小小的总结好了。我先来好不好？来，我们先请汉元老师。给关于这个网课跟这个学校实体教育的那个情况。其实我想要趁这个机会呼吁一下，尤其是我们的华社，是不是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到一个时候将我们这个资源投入建立一个共同分享的一个教育资讯的平台，也就是说类似说将我们全国的一些所谓的明星老师，可能我们整合做一个网校，将这个资讯分享去给所有的学校给共用。在这种情况下就变成说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孩子们像可能更加有经验的，更加有那个能力的老师学习。与此同时
校老师也可以向这些老师来做一个学习的一个对象。所以我相信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讲的，就是说一个时机让我们的这个有能力的这个华社是不是给我们动用我们的这资源建立这个网校，可以来分享这个资源给大家，以便让我们这个网校网课网络教育可以持续下去，而不是这个疫情过了之后就不了了之。既然已经有一个好的开始，我们是希望将这东西延续下去，让它变成一个祝老师的一个最大的那个平台。Okay, 是吧，这个是我想要呼吁的。Okay, 谢谢。是，好，那么就资源分享，我想资源分享真的很重要，所以这个只要大家都好好往这一块的话，其实我们还是很丰富的天。是。好， okay, 新建学长来。好，我就在这里也给一点的意见哈。我相信很多的老师们呢，成长的那个的环境跟那个的时代，跟今天这个孩子们他们成长的这个年代，他的家长呢有很多的不一样。那个我们说今天的老师，其实在我们去学校的时候，我们看到很多的老师，虽然前面有个老字，但是老师都不老啊，而且都很年轻的。所以说我们做老师都不老的啊，所以不要因为他是老师就以为他已经很老，都没有很老啊。那好了，但是这些的老师们呢，他们的父母亲的那个年代，他们父母亲的理念呢，和今天这些孩子们父母亲的理念的那一个差距，没有人看到。其实很多现在年轻老师们，他们的父母亲那个年代的这个成长，他们的理念什么呢？他们趋向于完美主义。所以那个时代的老师，他们的父母亲给他们的是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有点像 ATM 哈啊，那么孩子的成长我都给你什么东西，那这个是他的特色。那到今天的这个孩子们成长出来的呢，不是已经没有完美主义了，今天的孩子们成长，他们的父母亲给要求什么，就是要十项全能。今天的孩子什么都要有，德智体群美已经不在里面了，还有再加其他的。所以呢，你看到的是孩子他要十项全能，你老师他当然也希望你也十项全能哦。但是从个完美主义跑到十项全能，真的这么容易吗？我要问的是这个问题啊。所以很多时候就因为这样，家长跟老师就起了冲突。当一起的冲突的时候，当然老师就不负责任咯，家长就有问题咯。所以家长就怪老师不负责任，老师就怪家长是恐龙家长。那火星撞地球嘛，对不对？那火星撞地球之后还能够有什么好结果呢？不，我们当我们的认识到了我们成长的年代，我们成长的时机不一样，跟那一个时代跟这个时代不一样的时候，这整个跨时代就是我们说跨文化的认识之后呢，我们能够互相体谅，我们互相体谅之后，我们能够做的东西就更加不同了。我就要这样的一个呼吁我们能够更有更多的一些的心态来去，更大的一个心态来去接纳不同的时代的不一样，那我可以让我们的这整个的工作会做得更精彩。好，都交回给大会。是的，谢谢新建学长讲得非常好，因为谈到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背景不一样，想法当然就不一样，所以这包容啊是非常重要的，真的是要有这样子的那个思维，我们要扩大我们自己的心怀。好，淑珍校友，淑珍校友，您的淑珍校友是老师。我自己是老师，所以我日夜忙着做 PPT， 然后忙着编教材。我自己有多累，我就可以想象到我以外的老师有多累，身体好累。然后这些老师真是辛苦你们了。然后如果我是家长，我有机会跟你们说话，那就是太谢谢你们了。这阵子有的人休息，但你们都不在休息的线上，密集的母职，再加上一些你自己的或者是别人给你的期待，你都一直在做。在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喊痛的，在过程里面我们可以发牢骚，但是请你注意你脚下的那个脚步，其实你没有停止过，你真的没有停止过。然后虽然你的脚步可能会慢，但你有这个觉察，这很重要。
等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在这个更迭急速的时代里面，然后在这个更迭的状况里面，如果你相信学习可以带给你新动力，例如你相信孩子在你身上学到的东西可以为他的生命带来改变，那你自己也能够在这样的觉察里面，在复课以后投入更多的学习。这是我想要谢谢我们马来西亚老师 的地方。是的，我一直叫淑珍校友，因为我又不习惯叫你学妹，我们都直接叫淑珍了，淑珍就好了。对对对，对对，是是是。那么，所以其实我觉得淑珍真的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我们会痛，我们要认同，我们都是。我们不是什么圣人，我们也不是什么外星人，我们也没有，我们真的会痛，我们会有情绪，那么我们也可以发牢骚，真的都可以，不要把自己的那个觉得我现在是老师，我就一定要，我还要很情怀。我想我们真的不需要让自己这样子憋着，可是包容还是很重要，对吗？所以我们可以发牢骚之后，我们还是要回到重新再思考我们的定位在哪里。好，我们的这个包容度在哪里？我想马来西亚到底有没有真的输了教育呢？那刚才有一位这个前面的一个校友吧，他也是写了，我们马来西亚其实并没有输了教育，最重要是我们要老师、家长、孩子。今天我们其实比较少谈孩子的学习，因为其实现在都谈教育的东西是孩子。不过我们今天都没有，我们不谈这个，好，我们谈彼此这个 MCO 面对的问题。对，这样子一个学校、老师、家长、孩子，这样子的一个环环相扣，彼此包容、彼此配合，我想我们并没有所谓输了教育这件事情。其实还好是说，今天我们只有大概100天的时间里面，发现了这些100天在一个人的岁月里面其实很短。啊，在我们这一年里面，它好像占了一个空间，但是在我们的人生岁月里面，其实100天它并不是很长，它其实很短，可以让我们马上修正，看到我们的问题，啊，然后我们可以马上修正，可以做得更好。啊，初中的课本，初一的课本，我不知道现在改了没有哈。第一课说不怕慢，只怕站。我真的觉得我们随时有时候掉了一下没有关系，但是我们绝对不要站在那里就对了，往前走。就不会有输这件事情了，对吗？是，绝对，是。那所以我想，无论如何都是要彼此包容的。我们不要忘记这个教育本质，家长也不要把责任只推给老师，老师也不要怪家长。其实这个大家都是一样，都是身教，我们都是同时是老师，我们也是家长，我们都很清楚，教育是每一个人的责任，是大家的责任。非常感谢。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主讲人，我们的汉元老师、新建学长啊，淑珍学妹，今天就好好叫您一声学妹哈、啊。那非常专业，今天提到的东西呢，都是有很好的建树，然后重新是一种自我反省啊，这一种内省的一种思维。其实很多时候没有输赢，真的是一种落差，而落差来自于我们的思想，那我们的思考。所以我想，我们可以更好的，我们绝对可以更好。希望大家都在平安，最重要是健康才是最重要的。大家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个世界性的疫情，然后让我们等着这个雨天过后之后呢，彩虹就到来了。非常感谢大家，感谢三位主讲人啊，还有的出席，在大家百忙之中啊，然后一起来我们来做这分享。好。重新再思维思考，然后也谢谢每一个在荧幕前的每一位这个听众啊，然后我看不到你，但我感受到你的鼓励啊，对，给我们每一个人的鼓励。然后呢，真的是辛苦了，真的是三位辛苦，那后台人员更辛苦了，为了我们宽容了我们的这个直播这个活动，这是第九场，那未来还会有，辛苦辛苦，那我们再继续努力，大家都努力，好。那如果 OK， 希望大家继续有缘再相会，再见。拜拜。来，再见。再见。